好像是个傻子。我跟你走，你跟我走不行，你是大学生，我不跟你走。传说我的祖先呢带回来一个宝物，但是我们呢历代呢没有找到过这个宝物。你们历代也是有点差劲的兄弟。你们要结拜的话我当坛子，先割脚，不好意思。往上，等会儿再往上一点点，下一点点。你动不就完了吗？我不能动，我多累呀、啊！我不能动，我多累呀、啊！弄他们！你换，你出出去来。什么东西？我变态是吧？扣脸，我等着你走了我再扣。没事，我这你还叫什么脸？这是都录这节目了，求生类的。这是我们玉林的特色凉茶。哎，谢谢您。哎，送一杯凉茶给你们，哈哈。五百阿姨想要想要我的命吗？我可以留下来。其实还行，就除了难喝，它还不错。云鹏啊，云鹏，这是吗？是啊。云鹏在哪儿呢？啊，这儿呢，沉底了，来来，沉底了已经。我啥时候还有这个？我现在是全体，对，没有今天也黑，但今儿特殊，要灰，要灰。哦，一点儿也不疼。腿上有变化吗？没有啊，红了，出了点血，没事儿。吸血鬼，跟正常人类，你想选哪个？吸血鬼呗，人类当那么久了，挺无聊的这一座。不过当时我第一个干死你。哎，是不是吃不上烤串了？估计是。你估计是。那人家在吃烤串，咱俩在这看着多难受啊！转过身去呗，不看呗。不是我想摆烂，我没地儿去了。对，没地儿去啊，没地儿去了，咱就在这屋睡觉，哪也不去了，咱也不提升了，提升也提升不到哪去了，提不了升。露营这一块更新擅长，怎的呢？我就感觉你肯定会玩。不会玩啊，平时肯定爱出去露营啥的吧？我没露过营。但你做饭什么的呢？我不会。你怎么一到节目里啥也不会了呢？那朋友圈都白发了，那补我呗，我网上买的。嗯，这真甜啊！我还以为是那个白白羊的那个。来这边，来这边尝一尝。真甜，你尝我这个。你这咬成这样的谁吃啊？第一是王健林，总票数是-15票，怎么还能负呢？倒数第二是我们的新歌《负14票》，刚才笑人呢，还笑人呢。倒数第三是我们的岳云鹏岳哥，没什么味儿，多。你把这鞋拿来，我闻闻来。哎，来你套上来，根本就不是我，你把我鞋放床底下，一会儿踩埋的。酸的，哎呦我去。就你王彦霖，就王彦霖这个鞋都有滴水的吧？不可能。岳哥你闻一下，来闻一下。王彦霖穿上。岳哥，你说句公道话，这里你岁数最大，你要得岳哥你这样，做个裁判，你把我那鞋也拿出来，让岳哥细细品一下。你品鉴一下，细细品一下。有病啊！我在这品这个，多一条清蒸的鱼啊，有那个2块钱一斤那种鱼吗？136。啥鱼136啊？没有鲤鱼吗？上海边吃鲤鱼，吃河鱼啊。咱们这边要有鱼下去潜水喂鱼的话，一人潜水的话可以打9折。来，继续潜水。什么？进去打折。
告诉你们，我刚才吃蒜了，你们小心。吃蒜，我吃。你别笑。然后把麦克拿掉，我说袁姐可以拥抱一下，然后袁姐就说可以啊，然后就拥抱了一下。你有没有问过我？那个时候你们两个没有在一起，你管我了？能注意点自己的仪态吗？别这样行吗？特别像我奶奶玩对对碰的时候。See you。有什么玩意儿？你马上。要总要说他读过书，我真的是怀疑我都。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r life. 我给你看，我给你看，有这种强烈反应的，我就要看。看啊，林木星，你别给他看。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r life. 啊，我看这个，这什么？那个。你好，小松花。你好，哥哥。妈妈呢？妈妈去宾馆了。去宾馆？你妈不要你了？不对，我喜欢。你也喜欢恐龙？那前一阵有个电影，那个恐龙的，你看了吗？没，我是没有打恐龙。你家这么困难吗？打恐龙了没有？我想跟小妹妹睡觉，我想跟妈妈睡觉。你以为小松花想跟你睡觉吗？偶遇少女的梦当时发生了什么让你当时突然一瞬间不要脸了呗下降嘛，因为雄厚的人好像都不算是少女了。作为九亿少女梦，然后你说现在喜欢你的人都不算少女了，可以挽回一下粉丝心？本来就如此吧，我都一把年纪了，在活动现场也看到了，真的没有几个少女了。不是你想要什么结果？就是咱们的访谈是充满火药味的，是吧？就非得禁播，是吧？非得禁播，是吧？节目组在爸爸烤肉，亲他爸。多少人节目组？六人。6人没啥问题。我和你多大节目组呢？去吧啊！欢迎好学。你报我名字，都报我名字，店里啊，就大爷大妈都是提我名，你觉得好使吗？请你答应你了，可以肯定请。然后你跟真是什么关系？是我的继父，干爹。不是干爹，你这么讲话就很难听了。请尊重我继父。那个，不说了可以吗？你说。阳光开朗大男孩。我是一个爱喝汽水的。阳光开朗大男孩。说好了的，让你们别写这些鬼东西。你不能写一个我是一个爱吃冰淇淋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呢。我是一个喜欢侧躺睡觉的人。阳光开朗大男孩。我是一个爱走路的人。我是一个讲究卫生的人。我不喜欢，继续说。你继续说，李刚姐。阳光开朗大男孩。我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你咋不说你是爱吃饭的人？